家好，我是刘亦菲。今天拍的是卡尼尔的 BB Cream 的广告。卡尼尔出的这个 BB Cream 有遮瑕、修复和护肤很多功能在一起，所以我觉得就是挺方便的，很适合现在的日常生活简单的需要。时效合一，肤色自然无瑕，呵护自己，更爱自己。卡尼尔。